晚上一家人又要开始坐下来吃饭聊天了。哎呀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好快呀。好，吃饭了。蛮好的。好了，你们现在还叫圣诞节假期啊？嗯，应该叫新年长假。对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圣诞节假都延续到春节了，对。哎，中国那个假期是啥呀？是2月几号啊？春节。你这是过这儿吗？2月12号过春节啊？国暑假那个寒假。现在是把圣诞树拆了，等春节我们。那他敢不敢再办一些庙会？不知道春节我们又该贴那个什么符啊，挂灯笼了。洛伟，你可以咬点吃啊，不要选那个丸子啊，你不弄香菇，可以吃的。不吃菇类，这一辈子很亏耶。你怕啥呢？亏？你说我不吃鱼，你还亏？是亏啊，那么好的东西不吃，这很亏啊。应该什么都吃。你就像我什么都吃，而且什么都好吃。我不像别人说是这个不好吃，那个不吃，我没有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好吃。国立沈阳和石家庄。石家庄好像蛮厉害，石家庄现在估计400多了吧。河北省都封了。湖北的那个简称是什么？是鄂吗？鄂，是吧？嗯。湖北，河北。湖北。湖北。哦。那是河北的。那河北是什么？河北是跟冀，冀是吧？那个是山西，冀。河北是冀。是河。冀。下一步要点汤。河北是河，那河南是啥？南啊。那河南也不应该叫河吗？河南叫南。河南叫豫。那湖南叫什么？湖？是不是傻呀你们？湖南不就是湖吗？那河南为什么不叫河呢？对，河南是叫河。你刚刚还说南啊？我刚刚说你刚说南、啊、你刚刚说南。河南就是南。为啥叫河南？为啥叫河北？因为一个南在南，一个在北啊。因为在什么的南？一个在什么的北啊？在河的南边。什么河？河南北边。我怎么知道什么河？黄河啊。是恒河。你做梦啊你！这啥都不做。是恒河，是干净又卫生的恒河。我吃不了了，慢慢吃吧。下次给你们除了，下次除了给你们补历史以外，还要给你们补地理，中国 的地理，真的。中国的历史，中国的地理，这都要清楚的。你要拿什么？都可以。没有可乐。那有只有雪碧和雪粉。那谁？雪粉啥？味道大体相似啊。摔盆，连胡椒水都没了吗？啊，没有，胡椒水这么烫手的东西，肯定早就没有。你怎么都福建就福呢？叫建呢？叫建啊！哎 ，nice。福建叫闽吧？闽，嗯。广东呢？这里不许认真答题。叫广。广东。叫粤。叫东啊。粤。你这边南。东南西北吧，就是那个粤语的粤。粤，嗯。那广也没有，你看江苏比较粗。在上海呢？上海。沪。嗯。简称上海一个叫深，你可以叫沪。上海的政府和军队用的是深。为啥？他就讲上海屌啊！它有两个简称。北京叫什么？对。我的天，就那么容易的俩都能错，就两个字过了一个。你这样，我知道北京叫什么，京啊。那你不假思索的回答了北，林北，黑龙江叫黑吗？你讲三十六啊？黑的啊？黑龙江不就黑吗？是黑吧？嗯，是龙。黑黑是猪。哎，南的西藏的叫啥？藏啊。香。藏。你是不是傻？你，我看你脑子有问题。新疆叫什么？疆。叫新。新。像你说的通啊，因为没有地方叫新啊。是新。
要加。新新真的新。新疆是新。那我分析的是对的，没有别的，那没有别的地方需要新了呀。新疆是新疆，就这样，这样是对的。对。但是他刚刚说姜，姜也没有问题。姜是指指姜毒，叫姜，他不会叫新毒。对。那香港的车牌叫什么？香。香港叫什么？应该叫什么？港澳台，港澳台。行。港澳台就指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。香港。香港的车牌上面没有这个。港。香港的车牌跟英国的车牌一模一样。对，我们。那湖南、湖北为什么叫湖南？为什么叫湖北啊？在湖的南边，又在湖的北边。什么湖啊？洞庭湖啊。嗯，这差不多。还让你蒙对了一个。真的啊，我知道湖南有个洞庭湖。洞庭湖在湖南。那山东呢？山在山东的秦岭啊。不是吧？山东叫什么什么山的东面叫山东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太行山。太行山的，哎，洞庭湖不在浙江吗？洞庭湖，你刚才讲的在湖南。浙江的那个。千岛湖。千岛湖。没学过这种东西。没学过这种东西啊？你没事多多学学。中国的这些地理和历史要都要知道，吃都不要紧，想吃什么自己捞。好的。我们是高中才学这些，初中就有地理。我们初中地理里面没有讲中国，没有考试，没有教的。地理要学一点的，要不然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都不知道地球是什么样子。嗯。你生活在这个国家，自己家乡也不知道家乡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，那不好。还要知道自己的历史，特别是像你们在英国待长了，既要知道英国的地理历史，也要知道中国的地理历史，这样才比较好。在国内时候也学地理的时候也学到世界地理，也讲到英国的，没在意。对，你们肯定不在意。讲世界历史的时候也会讲到英国的历史，英国历史在英国在世界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，特别是在近现代，英国的作用很大。再往早了，英国啥也不是。袁隆平入驻抖音，刚刚一天进来1415.8万粉丝，刚进来就1000多万了。嗯，哇。我在今日头条上面也有粉丝呢，有将近快600个了，500多。您在学校里教历史，只讲英国历史啊，也不要讲世界历史啊？讲一些吧，不是很多。你讲点点啊。现在教俄罗斯、苏联。啊，现在讲苏联了。嗯。有没有开始讲到中国啊？还没有。还没有。不知道在英国的这个教科书里面讲中国是怎么讲的？我们教过达莱喇嘛。嗯，他是怎么讲介绍达赖喇嘛的？他说他是一个很积极的，热爱生活的人。哦，热爱生活的，后来还讲有还热爱其他东西没？还热爱啥了？有没有讲了？忘记掉了，懒得听了。懒得听了，哎。